我什么司马迁啊？我有什么司马迁？你每次一张嘴就是我们马兰，我们马兰，要不就是你们外地人来了待不长就得走，这就是从精神层面和我们外来的划清界限。我就是说你怎么了？小燕，小燕，我告诉你，啊，小燕，你是马兰的后人，值得我们尊敬。你爸当年来马兰是自愿的，你无法挑选你的出身，而我的觉悟和你爸当年差不多，我也是自愿来的，你不能总歧视我呀。行了。哎，小燕，小燕，你别总不耐烦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林大小姐，你能不能接受一个外来人的觉悟啊？让外来者来教教你怎么骑自行车。哎，谁呀？哎，是林主任吗？猜猜我是谁？哎呦，刘正国呀，你真是不怕耽误时间啊！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哎，你不要这么古板嘛，你这人。就算我试试电话效果总行吧？效果挺好的，挂了啊。犟驴。打电话都说林俊德犟驴。你怎么知道我骂他呀？在咱们研究所能评上犟驴这个职称的，就应该是林俊德。犟驴。1991年12月29日，中国决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。1993年10月5日，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核试验问题的声明，中国支持早日谈判缔结条约，争取在不晚于1996年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。1993年，林俊德被授予少将军衔，并担任基地总工程师兼核试验指挥部技术组组长。林俊德肩上的担子重了，责任更重了。走出去个大笑，回来个将军。老伙计，祝贺你。这大老远我就听见乌泱乌泱的，没结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不换上他？振国，你为什么一直帮我？我没有帮你，我只是做我喜欢的事而已。大到国家，小到个人梦想，仅此而已。我走到今天，乡亲们，陈老师，你，李叔，还有张司令，都是托举我的人，所以，你心里有他们，才能够走到今天。我看到了，在这金光闪闪的箭牌上，我就看到了他们，
也看到了我自己。我相信我们都在你心里。好样的，老伙计，有咱们军队科技工作者的气魄。好了，再听我一回，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，趁大任务还没到，回老家看看咱的老母亲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目前的工作量虽不多，但任务还是很繁重的。还有那么多的项目需要我们去论证，我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所里又不是你一个人在干活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何林啊，这次我一定让你安安心心的去，轻轻松松的回，踏踏实实的陪老娘，我顺顺当当的给你当家。来这儿十几年了，老林终于回家探亲了。这几天正好是工作的一个空档期，我又跟他拍了胸脯，他不回去都不行了。想一想，咱俩也有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。老家。老家都没人了，咱们会回去干嘛呀？孩子都成家了，这个屋子里空空荡荡的，就没想过也带我出去转转？我也没说不想，静怡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早就计划好了。等咱俩退了休啊，我就带着你离开戈壁滩，咱俩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承包十几亩荒地，都开垦出来，盖上两间平房，房子两边咱们一边种花，种马兰花，一边种菜，春夏秋冬，一边永远是吃不完的绿油油的菜，一边永远是开不败的马兰花。我怎么觉得我眼前出现海市蜃楼啊？你听我说完呀。房子前面，咱们挖个地窝子，然后再搭一个军用帐篷，然后再……别然后了，等等啊！这不就是戈壁滩上的指挥所吗？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骗了。那房子前边，咱们搭一个葡萄架，夏天的时候啊。咱俩就纳凉看星星，我呢拉那个手风琴，你就跳那个摇头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新疆舞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就画吧，我估计啊，我等到那时候啊，就是拄着拐棍再给你跳那个摇头。老林，我带了这么多吃的，也不知道阿妈都喜不喜欢。老林，
当前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，也许这一次就是最后的一次核试验，我们还有好多的工作需要提前准备。你心里有事儿说吧，那些都不是理由。说实话，我是害怕回去。害怕？你怕面对阿妈？我是怕我见到阿妈之后，我的思乡之情解了，但是等我走了以后，阿妈心里更难受。我已经是一个很不孝的人了。老林，我理解，但你想过吗？有个家能回，有个妈在家等着你，是多幸福的事儿啊。你是阿妈的精神支柱，你能够回去看看她，她得多高兴啊。阿妈，哥的电报刚到，到家起码还要两天呢。咱们先回吧。上一次，阿妈就是在这儿接着你哥的。根据中央最新指示，最后一次核试验任务马上启动，让有关单位速报详细的实施计划。喂，是我。好，请问截止日期是哪天？什么？哦，没有为难。好。哎呀，林金德，林金德，你真是个乌鸦嘴。前脚走，后脚任务就来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了，刘主任？什么事儿？最后一次核试验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上交方案。那离上保期限还有几天？还有两周啊，你老师的假期也是两周。刘主任，先别着急，再想想看咱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保险柜的钥匙你有吗？没有。还有别的办法？没有。哎呦，你看啊，这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地方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是啊，没什么变化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在这条路上走，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去我们村的车。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哎，你看，那不停了一辆吗？这也许是全面竞合的最后一次试验了。时间来不及了。刘主任，要不我们先准备其他材料？那也来不及，你总得留出斟酌的时间吧。走开，明天发电报。老乡，垃圾坏了。哦，老的无缝。嗯。哎，你把这扳子给我，我帮你看看。给。
给我。来，我来。发动试试，成了，试试。严真有两下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捎你们一段。子美村。我呀，正往那边去，上车了。那谢谢了啊。发电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就怪他个乌鸦嘴，前脚走后脚认不出来，那也不许发。人家刚到家，连老娘都没看见呢，先看你们电报，算什么事儿？哎，再说了，谁大言不惭的说，你什么也别惦记，这回我让你安安心心的走，轻轻松松的回，踏踏实实陪老娘，顺顺当当我替你当家，谁说的？这不是一回事，此时不一样了。轻重缓急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怎么不是一回事？不会想其他办法呀？有其他办法，有其他办法，我就不着急了。核心材料、数据都在林俊德的保险柜里。那保险柜的钥匙谁有啊？只有他有。那就炸保险柜！胡闹！我明天就放。你敢？你不可理喻。老黎，快走吧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你把祖宗的训诫。给阿妈背一遍。古代，但凡那些想在天下弘扬正大光明品德的人，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。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就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。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，就先要端正自己的品性。要想端正自己的品性，就要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。要想使自己的一念真诚，就要获得知识。只有在获得知识之后，通过研究学习，才能使自己的一念真诚。而一念真诚之后，就能管理好自己的国家。国家管理好了，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。
坐下。啊。按老规矩，脱了鞋，阿妈给你冲冲脚。郎中说了，这冬月里怕热的脚啊，是火脚，心火旺，脾气倔。你从小就是火脚，这走了一天的山路，妈妈给你多教教，去去汗，去去火，也去去劳。阿爸生前说过，我们林家人啊，长了一双火脚，烧了自己，暖了别人，还没完。这次能待几天呢？乡亲们还是那么热情啊。是啊，要是村子里来了外人，他们都要仔细去问问看看，要是回来了本村的人，特别是像你这么有出息的孩子回来，他们更是要回来看看，多聊聊，多问问。不论你做了多大的官，都不能忘了本，要永远记住，你就是那个40年前乡亲们拖着鸡蛋捧着米糕把你送出去上大学的那个林俊德。还有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乡亲们在替你照顾着我。我知道，阿妈。来了，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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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太好了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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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大家吃一点新疆的枣，尝一尝，来尝尝，来吃枣干儿。哎，我说呀，我们二叔公说的没错啊，这些年来呀，我们心里天天念叨的，可就是你林敬德这三个字儿啊。对对对，是啊，教育小的，批评老的，别管讲不讲理，只要提起你啊，谁都没话说。对对对，你是我们这一辈人最有出息的，孩子们也都用你当榜样嘛。是是是。哎，你没转业吧？怎么不穿军装呢？我们大家都爱看你穿军装的样子。是是是啊，我们林家祖上啊，一定是阴德厚重，方能造就你一路平安，当上将军，造就你的一番伟业。福子赵毅啊，你一定要精忠报国，方能高位列祖列宗啊！没错，嗯，没错，是是是，来，没错，大家喝茶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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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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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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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，兄弟，来，哥，嗯，今天是咱们家这么多年来最热闹的一天，乡亲们还跟以前一样。那么热情，嫂子，嗯，您不知道，每次我回来看阿妈的时候，
大家问的最多的不是我，而是我哥。那我哥最近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我哥在我们这儿啊，就像是个神话。什么神话？林俊德就是林俊德，是那个光着脚丫挑着扁担走出大山去上大学的那个穷后生。阿妈说的对，不管走到哪儿，不管走多远，我永远都是阿妈的孩子，也是我妹妹的哥哥，是咱们乡亲们眼里的那个穷后生。哎，我真应该为乡亲们多做点事情，但是我做的太少了。阿德，这么多年来，咱们为乡亲们做的确实很不够。阿妈知道你身不由己，这一点阿妈能够理解，乡亲们能体谅。不过往后啊，咱们能帮乡亲们做点什么，就做点什么啊。好，舅舅，我想让您帮个忙。说吧，只要舅舅能帮上的。我想去当兵。思德，舅舅，这个忙您一定能帮上。这次我陪妈妈回来，就想和您说这事儿。您帮我介绍一下，我去哪儿都行。那你告诉舅舅，你为什么想当兵啊？舅舅是当兵的，而且又当上了将军。舅舅，你可是我的偶像。再有就是，因为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成绩下滑，学习不太好了。思德，你以为当兵就不用好好学习了？你崇拜军人这是好事，这证明你骨子里啊有英雄主义气概。但是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世界上就有不用好好学习就能做成的事儿。当然，我指的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学习。你要记住，不管干什么事情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刻苦的学习，否则你永远都不可能成功。思德，你舅舅说的对。哥，阿妈睡了吗？嫂子陪她睡着了。哥，你别介意，思德他不懂事儿，阿妈也没说什么，所以。这个我知道。对了，你和乡亲们熟吗？哦，还可以。我逢年过节常回来看阿妈，经常和乡亲们聊聊天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想把村子里稍微大点的孩子们召集起来，尤其是像思德这样，有些话呀，我想跟他们说一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去找村长。来，孩子们，吃点瓜子儿。来，你也拿。来，好。哎呀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多吃点。看到你们呀，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的样子啦。要按辈分算呀，你们当中的有些孩子恐怕得叫我一声叔公。哎，像你这么大的，估计就得叫我爷爷了。好了，我就想问问你们呀，如果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们最想干的是什么？林伯伯，我想做外贸生意，比如把
我们的茶叶等特产卖给外国人。林伯伯，我长大后想上大学。嗯。林伯伯，我想出国去看看。听说就算一句外语也不会，也能到国外去打工，总比在这儿打工的好吧。我想当班长，从小开始学习当官。我就想天天和您，然后捏出来一个什么小物件呢。我想当兵，我想当科学家，我想当演员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装帅装酷，谁也比不过我。哎呀，你们说的都很好。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特点，也有不同的理想和愿望。但是我们学习啊，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因为有了目标，我们才会有动力，才会把学习搞得更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还有，当我看到你们这一张张脸的时候啊，我都想到了我。其实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也就是从咱们姊妹村走出去的一个大学生，很幸运，也很偶然，然后呢，又从事着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那我就是再幸福不过了。所以孩子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将来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，只要努力过，拼搏过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那都是好的。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否则啊，什么都干不成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一天，林俊德与孩子们耐心地交流了很久很久，他对家乡的教育有着深深的隐忧，如何让教育走进每一位憧憬着无限美好未来的孩子，让教育成为他们成才的阶梯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孩子上学的问题，它关乎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。林俊德陷入了沉思。就因为我是他兄弟才要把他叫回来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姓埋名一辈子，愧对家里。你不是，我不是，马大人谁不是？不就是报个材料吗？又不是临时爆炸。人心是肉长的，人家老林为何事业付出了多少？迟两天你能被开除啊？他能被开除吗？出了事你顶着。你顶着。你干什么你？杨谨言，你什么觉悟？倒退了你。老支书，老支书，是我，阿德。哎，哎呀，是你啊！是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来，哎，坐。哎呀，慢点，十多年了。哎，你坐，好坐。头发都白了，杨叔白。哎呀，要不是我这个老腿啊闹罢工，昨天我就看你去了。瞧瞧，你这腿脚不方便的，还不是在家好好歇歇啊？还在这干活？没事，这腿脚不利索，手眼还中用，做木工活还行。哦，哎，你看啊。这是我爱人王淑琴啊，哦，特别给你从新疆买的葡萄干，哦，来，谢谢，每天吃几颗啊，哎，谢谢，所以身体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一看见这些家伙事儿啊，我这手就痒痒，有阵子没碰过了，哎，
阿德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会干这个？您忘了，这可是您教给我的手艺。不错不错，有模有样，多少年了，没荒废。哎呀，这手艺啊，咱们部队啊，那可是派上大用场。我们那儿啊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有一个老直叔的师傅啊。媳妇儿也一起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在家里陪着阿妈呢。这次回来能待多长时间了？待不了几天，马上就走。哎呀，你阿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阿妈，她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从来也没有拖过你们的后腿啊。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她，后来这几天有时候我就想不回去了，就这么陪着她。不行啊，阿特，你是国家的人，你记住，你阿妈最盼望的不是你在床前尽孝，而是你能光宗耀祖，为国尽忠啊。舅舅，舅舅，县里和乡里的领导都来了，外婆让你赶紧回去。好。你干什么呢？你的办公室在那边。将军，你是从咱们永春走出去的，县里经过商量决定，希望借着您这次荣归故里的机会，由县里出资给你建一座将军阁，就建在林家祠堂的旁边。一个呢是表达我们全县人民这个军民鱼水情的情谊，也是对您的尊敬。另外一个呢是想给大家伙树立一个榜样，激励全县人民向您学习，为国家多做贡献。孙书记，张县长，各位领导，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母亲还有家人的关心和照顾。作为军人，保家卫国是我应尽的义务。说实话，我没做多大的事情，部队长给我的荣誉啊已经够多的了，和我那些战友们比起来，这根本都不算什么。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回老家给乡亲们做过什么事情，我这心里啊很惭愧，所以你们要把我立为榜样，我真的很不够格。林将军，不用说了，这个事情啊，改天我给你们一个答复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先喝茶，聊聊别的。好好好。你干嘛？静怡，我求求你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一样着急，咱们能不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？
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，两全其美，两全其美的办法你给我想一个，想不出来就只能服从。